给欧厂三分钟，让欧厂介绍你一个好产品。那今天我们要来测试我们平安生酮的耐重力啦。这个测试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用欧厂我本人的体重。我们的平安生酮很厉害，它完全不需要一根钉子，它的支撑力就可以高达了40到50公斤。所以理论上来说，我们两根平安生酮它就可以支撑到100公斤左右。那欧厂站上去应该是要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是不是真的如此呢？我们就来实验看看吧。那我们现在设置好了，我们就站上去来看看吧。OK， 成功哦！欧长还很瘦。OK，